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涵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开罗海鲜寿司街的游戏实况啊。上一集的话，我们是把这个星数升到三星，然后每个月可以赚维持费是777啊。有观众说这个是老虎机中奖了，好吧？我们接下来这个777啊，这个没钱了，先囤几天吧。修行之旅完成了。哦，他强的还是上面的，接客才11。哇，这个位置，这里四个位置比较厉害。气力是什么？气力是耐力吗？他可以一口气做好几盆，就让他吧。就那个兽医郎，这个接客很厉害。是不是这个满了？气力没了，他要恢复，他需要恢复。主要他这个手速很快的，为什么都是他一个人在做啊？天哪！去休息会儿。他会回气力。我们现在只能等钱了，钱不够啊！这排队在玩这个玩意儿。你们小朋友啊，来买玩具啊！这里搞一台跑步机，跑步机，看到，这要搞一台跑步机，我觉得，跑步机是王道。跑步机他们吃饱了，然后去跑一跑，吃饱了再跑一跑。哇，直接踩过施工地没问题吗？794了，维护费不是777了。裁缝，腌萝卜寿司，这个寿司有点难听，腌萝卜寿司。经营比赛又有新的比赛了。哎呀，怎么比赛越来越多了？好不容易征服一个，我怎么跳过一个比赛？色彩最高。口感中间多了几个卷类寿司预选比赛。品质这种，这个买不起啊，真心买不起，太贵了。甜油猫棒那么贵，酱油190品质加4，你看这酱油太爽了，再加2，加3，哇，200了，对到表，品质之中，砸，我加10好吧，哇塞。6.6加1也是加，我把钱全部砸到这个轨道上。哎，天哪，这轨道砸爆了都给我，全是沙发这边。派他去修行，但是能同时派两个人就好了，可惜派不了两个人。钓鱼者食欲 up， 我去，这个卖35块了，又食欲卖29块了，天哪，季节卖这个东西太赚了。这做几盆有食欲，咚咚咚咚，连塞4盆，
还没吃你就开始跑步去了。森田五郎田啊，这个名字都有两个田。长处好像不是这个。接客，这个应该是接客是长处吧。厨师未设定，哎，这怎么少了一个厨师？哦，之前我解雇掉了，没设置，忘了。参加比赛了，看看广告有两个，比赛看看美味和色彩啊，好像没有一个可以达标的。口感，口感酒啊，上次口感酒都不行，口感八没用。香气，香气好像没有一个比较好的，这个要不试试看这个888，这两个都差不多，能不能删掉一个，能不能删除我的料理啊？比如说操作，哦，可以改名。三文鱼甜虾油腻腻，这两个一样啊。把油腻腻删了吧。有没有重复的啊？没有。新商品到货了，哎，买不起了，真心穷了。咨询商品，算了，不买不买，我们要囤这个硬币去开发新的这个料理，新的寿司，哇，5900块，255啊，不是250啊，6000块钱啊，一个季度，这估计是这六张位子啊，哎，不止，8张位子，魔性的位子。买一个这个吧，这个竹子，竹子围墙，把这个，把这里的位置换一下，这个比较厉害。哎，这里不能啊，哦，有个竹子在，没事，我们挪走它就行了。把这个挪到这边去。然后放一点棕榈树，把这个挪到外面来，这个放里面去。全面提升，各种进化，一好进化一好什么的。塞不进去了。
这边可以改一下，好像好多东西要挪啊，感觉。哎，这个不听话，怎么了？鼠标问题，把它挪走。这边是怎么放来着？忘记。啊，根据这里的一个方法。这里把这个全身换成竹子，哇，这多烧钱啊！这玩意儿，这是何等烧钱！哇，这人气太高了，现在这个店，快800块的维护费了呀！天哪，这维护费！维护费炸掉了。哦，来了，他修行结束了。接客还行。任务商品完成。新客户。这个什么？周末木工厂，什么鬼？日常用品跟周末木工有什么区别吗？啊，不，有什么联系吗？没看出来什么联系。这边这样的话呢，就是1234，然后放一个这个玩意儿，然后这里放一个这个，啊，哎，这个放后面去，好，啊，把这个挪过去，这里要放一个东西，啊，还不用放东西啊，可以了，咱现在没钱了，又要囤钱了。是时候存一波钱了，打包的嘛，这家伙开吃吧，买完就走啊。没东西可以用啊，完全把东西砸到后面砸穷了，天哪，好穷啊，怎么办，没钱了，这个穷死了，穷死了，穷死了！虽然说我这个一个季度我可以赚这个6000块，但是太穷了。买不起啊，商品到货。磁力，哦，那个来了，快速那个带，那个履带来了。那多少钱？150正好了。电动寿司席，是不是要重造了这个东西？电动寿司席跟这个寿司席是不是不能那个的？那个速度特别快，我要先把这一桌子换一下，让他们上桌率高一些。我的移动起来太慢了。那个57了，这一集可以把电动寿司席给弄出来，但是我现在要囤钱，我估计这个东西很贵啊，造不起，要重新造一遍。然后你利用了鱼肉的美味和外观，太了不起了。说起来，一直去钓场啊，对岸有个奇怪的建筑，告诉你地址吧。哦，研究所。这个算先不弄，先不弄，我先囤钱。我要升级我的电动这个寿司席。现在这个履带太慢了，这履带就像电梯那种比较慢。虽然电梯是用电，这个应该也是用电的。电动的话是高速的那种寿司桌。
不知道电动寿司其实不知道这个东西位置要重新砸。重新砸的话，那我不是前面的这个位置白砸了。电动寿司机完成，签约回来了，耶！新建筑，来看看这个造一下多少钱。好贵啊，感觉这一圈4000多吧。客流量增加了，暑期开始了，来吧，赚钱的时候到了。宣传一下日式宴会场 RP。 加22节课，哇，加66，王之座位，你看。哎，还是三星，2000多块奖金，爽。好，我可以改了，可以把这一桌改掉了。我把什么给覆盖了，我的天，把那个入口给覆盖了。把入口给我覆盖掉，天哪，这边应该怎么造的忘了。没错啊，我覆盖的没错啊，应该这边应该是这样的。没错，浪费钱了，钱了。就多覆盖了一个，把那个桌大桌子弄没了，250呢，大桌子。这个不要重砸吧？天哪，这个重新砸。电动寿司机要重新砸，我应该把用到后面去寿司机。啊，要烧钱去砸这玩意儿，天！哎呀，我之前白砸了，早知道不砸那个桌子。一颗，两颗，三颗品质之宠。座位等级上来了，瞬间上来了，因为有这个大转台在，这速度快，这个桌子效率高了。这种上桌率啊，下桌率啊，特别快。看推荐菜，还是这几个菜啊，这几个菜永远是当季的比较好的吗？我先囤钱吧。哎，是时候囤一波钱了。喜欢的东西告诉我吧。饲养小屋。早说存下来，等这个出来我们再那个。全砸在这上面太浪费了，我觉得。葱拌金枪鱼，来搞一个。一个季节6600，哇，是不是这一桌现在很快的效率，这一桌效率高了。你看这个速度，完全是这个两倍，好吗？把这边也升个级，
2007，进化吧少年们，电动的这个速度快。哎呦，还要等到第二天，太慢。900多块，这个维护费好贵啊！要加油赚钱了，900多太贵了。哎，他怎么速度那么慢？没有点单吗？这里效率高了很多，夸夸夸夸4盆。这里两个桌子效率高多了，就算有一个这个东西也够啊。兼职，把这个厨师放到这边去，这一桌现在还可以的。葱拌金枪鱼，好，广告杂志我们再试一下。这个里面100块嘛，反正我们一个季度可以赚6000块，很快的。现在这个效率上来了，看这个钱就蹭蹭蹭的在涨啊！现在看看当季是不是这几个好卖，这个没了。葱拌金枪鱼，金枪鱼也不错，吃贝。我搞个军舰，都是这个。这两个东西又是鱼加金枪鱼的是吧，金枪鱼给提上去啊，也可以啊，甜虾也可以。我觉得这个，哎，来了，客人变多了，广告杂志完成。看多少啊，挺多了。这电动这速度真快啊，兜一圈很快啊，他们吃的也快，吃完一盆来一盆，吃完一盆来一盆。快吃啊你！来，再吃完就走了？又去哪里玩了你？可以有啊你，没钱了，久等了。我这盘子叠的真高，我怕倒下来这盘子。电动这个回转寿司桌的话，粘性挺好的，因为效率高。这上面效率低没办法，你看这个速度慢啊，这转一圈这里可以，这个东西可以转一圈了已经，是它的2倍速度。存一个季度的钱应该差不多够了，再买点东西升升级啊什么的。不应该升这个桌子的，这个桌子有点坑。
哇，7000块了啊！这次不行，这次是不是有菜价格低了？哎，被我点掉一个菜，真的。甜虾小卷，然后幼狮鱼，柠檬幼狮鱼，做3种不同的幼狮鱼，然后放上去卖。幼狮鱼好像季节销售性比较不错，好几个季节都能卖，就没断过这个幼狮鱼。哇，7700，我的天！买买买！我这个价值这种太贵了。我买穷了，没钱了，真买穷了这个。价值种1000多一颗，天！清洁罐头升级，+4。酱油应该对这个加的比较多，特选酱油，1++6，啊，爽！品质瞬间上升，魅力值+5。了解，往死里堆酱油。哇，这个抹茶也可以+6啊！天哪，145魅力。又变回之前的这个皇冠之作，之乙应该。皇冠之乙好像是190还是180。研磨棒呢？+2，哇，皇冠之乙了。研磨棒啊，研磨棒有点贵，特选酱油吧。+2，咣一下进化，强行进化。辛苦了，撤退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搞料理了，我们要搞料理了，开发新商品。小卷吧，寿司小卷，然后用这个，哇，葱拌金枪鱼，三文鱼小卷，葱拌金枪鱼，这个卖不贵啊。算了，还是做这个吧，不做小卷，小卷有点，小卷只能做甜虾，我感觉军舰，或者寿司，两回开发，一回开发，两个配菜，我想想看啊，有点纠结，用这个吧，加上我们最强的一个幼狮鱼，下一下。开发的话，这个能力值看看，可以了，92108，这两个人基本上开发是无敌的。开始开发吧，烧钱的时候到了。哎，维护费还没收啊，收完之后我就没开发钱了，然后估计就卡 bug 了，卡死就行。哇塞，开发钱不够了，钱就变负的了，之前已经扣掉了吗？哇，这品质炸掉了，这幼狮鱼太强了，幼狮鱼自带7还是8？哇，这两个相扑来吃，肯定要吃撑的。我们这个鱼开发完。我们就等它开发完了，我记得还可以囤点硬币，把全部砸上去吧，无所谓了。开始搜索起来，又是一熟练度。哇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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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躲王升级加二美味，又是已经四级了，加二这个东西，哇，嚯，直接八了，良品入手。只不过好像我要的是这个，好像还是这个，反正这个东西开发一个，然后来卖钱嘛。主要是用来刷六十鱼这个等级的。顶部作料，海苔，顶部作料追加，紫苏。看看，我先要加第一个，七味海苔是加什么？加这个的，双份七味。这个能吃吗？感觉不能吃，加了不多，追加能力太差了，就看最后的那个试吃的时候。证券的没加多少，反正我就多一个味道嘛，然后全塞幼食鱼来卖，但我的收入会高一些。毕竟这个幼食鱼自带属性的。好，开发完了，试吃一下。哇塞，这个加有点多。温带味，这个味浓缩起来，美味真是受不了嘞。15新高，美味度，价格17块，七味又是鱼。你看我推荐菜，哎，好像错了，推荐菜是又是鱼，七味又是鱼，32。普通又是鱼29。那就这几个吧，这几个简直赚翻了。那比赛的话比较坑，现在我这个比赛都不能比，它是要色彩或者什么，色彩我应该能过。这个卷类寿司，我不是卷类寿司那个色彩，要把甜虾小卷给堆上去。色彩的话就要价值之种太贵了，现在没钱啊，太贵了，动不动就几万几万，几千几千，不是几万几万。好了，整个盘我们看看这个现在数据啊，健步情报还是三颗星，但是快1200了，1200应该是三星半。我们现在收入支出的话是已经挺合理了，一个月可以赚个6000多了，应该是6000多了。维护费快1000了，太贵，每月912块，基本上那个一个季度我们只能赚大概，我也不知道赚多少了，真的不知道多少了。我们现在最厉害的是柠檬幼食鱼15。OK， 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下订阅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